Tiffany 周要帮我们示范三十六计，掌声鼓励。六是什么？六长得像什么？胖子。神通俱佳，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河南公墓，吊。笑里藏刀。你在哪张十二玉旗十二是一二一二是婴儿被婴儿被偷走了，不行，婴儿被偷走了，顺手哦，顺手轻捏，拿超轻手，借尸还魂。一五，一五，鹦鹉，吊，吊冰山，三，一六，一七，抛砖引玉。为什么一七是抛砖引玉？所以你不知道原因就记不起来，一定要知道原因。先做一个简单的仪器，要别人再做更好的，叫抛砖引玉。一八。篱笆里面关了一位篱笆里面关了一位篱笆里面，你这样他很紧张吗？我可以讲这个。你问他，不是你跟他讲的。一八，帮他一下，一八。擒贼擒王。为什么一八是擒贼擒王？他关在里面。对啊，关在里面啊，所以表示你联想不够。好，一八，再来一九。一九是什么？一种鱼。一种鱼。所以是。走为上帝是哪一句？记得都在后面。泥鳅。福。福地抽虚。二十。你在乱背。二十是什么？二十是什么？
耳环拿去捞鱼，耳环拿去捞鱼，耳环拿去捞鱼。混什么摸什么？混什么？所以你要有联想，没有联想一定记不起来。你是硬背，硬背马上就忘掉了啊！联想，混水摸鱼，二一。二一是什么？鳄鱼。鳄鱼为什么会假吃？鳄鱼咬着什么，然后它就飞走了。或者鳄鱼皮脱掉了、啊。什么东东脱什么东东？鳄鱼皮脱掉了，所以叫做。那是黄金打造的。金。二二。二二是什么？二二是两只耳或者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在当警察，所以把门关起来。所以你根本没有联想啊！你只要联想完就记起来了。二三，你才专心。二三，那你要回家。二三，好，可以了。二三。二四，二五，二五是，所以是把二胡的什么换成什么？偷什么？幻想二五二六，二七，二七，二七是什么？耳机，对，有一个人在听耳机。二八，你到屋顶上面，上面抽梯，谁抽梯？谁抽你的梯？二九，二九，二九是什么？二九是耳角，耳角长在树上开的三零，三一，三一，三二，三三，三三，三三是什么？三四。三五，三六，掌声鼓励鼓励。